心，听不到你的呼吸，我在担心，又将你失去，在现实的噩梦中惊醒。下午要开办公会，孔申那边不是刚送过来几份举报材料吗？我想抓紧时间先看看。您等，少亮爷，开会好有话说。哎呀，你这一手的油，吃完再说吧。你不，我瞅两眼不就完了吗？你看你。好，走啊，老刘！哎，今儿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，怎么着？啊，来这么早啊？哎呀，生命在于运动。哎，你猜我今天怎么来的？怎么来的？蹬自行车来的。这一来呀，可以不用挤公交车了。二来呢，哎，我又锻炼了身体，到时候我又把健身房的年卡给省了。哎呀，行行过日子了啊。这个锻炼身体可要持之以恒啊，你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啊。走啊。孙楠同志，我能跟你提一个特过分的要求吗？借你一杆吃吃。哎，什么叫借啊？你拿什么还呢？哎，我吃他一片，我还他一包。你够吗？全拿去吧。够吗？不过我这还有麦片啊，来，小杜，公诉需要点材料，你马上给送过去。你怎么你？哎，正好，我也要去一趟院办，一起去吧。好好好，等等等等等，先把衣服换了啊。哎，知道了。小孙子，昨晚上喝多了吧？自己干了什么还记得吗？啊，你还是少喝点吧，多耽误事儿。我不唱歌吗？然后就口干，就多喝了两杯。你酒后吐真言了，可惜你弄错对象，电话打我手机上来了。真不记得了，啊，没事儿，回头你再给人打一遍吧。
喂，喂，请问方志刚在不在？你找方处啊，他不在啊。啊？什么？他昨天晚上值了一宿的班。哦，是吗？对对对，他今天休息。那他现在的手机号是多少呀？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好吗？哦，请问您是哪位呀？啊，我是他一个老朋友。是你等一下。多少？13701655。好的，谢谢你啊，再见，哎。不是谁呀、啊？你就把电话号码随便给人家啊？你当心方叔给你急眼。是个女的，听口气吧，跟方叔绝对关系不一般。你别扯了，你方叔这人谁不知道啊？啊，他现在脑子里头啊，全都是装的工作和女儿，根本没把他心思放在这上面。这要不然上次你给他提的事，他怎么没往心里去呢？啊，咋没成呢？说的是啊，上回我给他介绍那个多合适啊，这中学教师，30多岁还没结婚。长得也端正，条件真的不错，我死拉活拽的让方处跟他见面。人家女方啊，真看上方处了。可是你知道方处见了他对他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哎呦，这一见面吧，方处就把真的的照片拿出来往桌上一搁，说：“喏，这就是我女儿，马上就要中考了，你能给她辅导辅导吗？”哎呦，方处啊，方处。没希望他才不管呢，所以你一定要对我有信心。78分看着低，我们班最高的才只有85呢。你怎么不说你们班80的有多少啊？80以下才几个？你才倒数第7耶！就你这分数，还重点中学、普通中学都够呛。我觉得我挺聪明的，我就不适应这教育。反正我考不上，我就去国外留学。你这叫逃避，你知道吗？就你这成绩，还出国留学去？别给我们中国人丢脸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干嘛呀？话还没说完呢。喂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。你最近好吗？挺好的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哎，你这个人怎么就这么不耐烦啊？人家就不能关心关心你啊？没事就挂了吧，我正忙着呢。问，真的，真的，这孩子这。袁姐，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。好，就在前段时间，省检察院反贪局查处省组织部的一个副局长贪污受贿的案子。据他昨天晚上交代，3年前在你们市任职的时候，市科技发展中心对一把手候选人进行考核，当时还是副主任的周群，为了买官，曾经向他行贿了20万元。后来通过运作，当上了主任，所有的详情材料都在这里。因为这个案子牵扯到本市的单位，
省检察院希望我们协助核实有关材料，进行立案侦查，没什么问题吧？没问题。从材料上看，我们也应该对这个周巡立案侦查。那好，我们马上就把手续办了，尽快把人传过来。哎呦！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没事，怎么办？全洒了，真不好意思啊！没关系。哎，我来吧。哎，我自己来吧，还是？哎，你们别插手了，我一个人能行。老贾，我想问一下周主任的办公室在哪儿？周主任。嗯，楼上左边第三间。啊，谢谢啊。啊，没事。对不起啊。谢谢啊。什么？死了？朱群死了？什么时候？怎么回事？昨天晚上说是酒喝多了，撞上一辆大货车，等救护车赶到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。现在我们单位的几个副主任都在医院和交通队处理后事呢。哎，你们检察院的人找周主任干什么？早不死晚不死，偏偏咱们一查他就死，也太蹊跷了。这里边肯定有事儿。要不咱们先找财务来问问情况。对啊，人不在，账在。同志，哎，我们想见见你们单位的会计。会计，哎，就是刚刚带你们上来的那位雷念。咱们赶紧啊！不了，我要去打鸡腿。离家店太远了，下午来得及，怎么打车去？我父亲往这边。妈妈，下午还有事儿呢啊！打鸡腿，赶快听话。那好，那我不吃了，反正我也不饿。不吃怎么行呢？好儿子，好儿子，乖啊！妈妈真的来不及了，那你忙你的去，别怪我了。哎，好好好，就吃炸鸡腿。真的一个礼拜肯定还钱。嗯，您还不相信我吗？我什么时候骗过您呢？你说咱哥俩都这么多年了啊。哎哎，好嘞好嘞好嘞啊，那谢了周哥啊。哎，再见再见。哎呀，这是患难见真情啊。孙总，外面有人在找你。不见，就说我开会呢。哎，里边是不是有个光头啊？啊，对对对，你拦着他，千万别说我在这儿。哦，好的。
孙大伟在哪儿？先生，你先别急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赶快给我把孙少爷给我叫出来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今天就在这里等，等到他出来为止，啊。行嘞，我今天就在这里等他出来为止。我告诉你啊。我有急事找你。哎呀，我也正有事找你呢。去那家咖啡厅吧，啊。啊，行，一会儿见啊。好嘞。情况基本就是这样了。小杜还留在科技发展中心呢，我赶回来先汇报一下。好的，我马上去交通队了解一下情况，让他们帮着查一查那个事故是不是有人为的因素。嗯，肖楠，他们的上级主管部门我去打招呼，你准备好要去查账的相关手续就可以了。好，我明白。好，那我们走。嗯。我先送你去科技中心吧。不用了，又不需要去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啊、没事，没事。好像脚崴了一下。喂。是我。哎呀，又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正忙着呢。我现在可算是知道你在忙什么了，你对我可从来没有这么细心过啊！你现在也开始知道疼人了。好久不见了，怎么回来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要回来的吗？你不是说月底才回来的吗？怎么提前了呢？怎么不想见到我呀？也难怪啊，身边有这么一个漂亮又年轻的姑娘，我叫吴敏，是郑刚的前妻。哦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肖楠。哎，你们认识多久了？你们是不是同事啊？对不起啊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啊，方处，我先走了。慢走啊！哎，你腿没事儿吧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呀？哎，真正知道这事儿吗？你要干什么呀？胡说八道什么呢你？哟，刚才还有说有笑的呢，这会儿发火了。哎呀，我就这么不招人喜欢呀！站住！我有事儿找你。谢谢啊。哎呀，你可算来了，这儿说话不方便，我们去你公司吧啊。哎，就在这说吧，公司人多眼杂的更不方便，坐着说。哎呦，你慢点。妈，你擦一擦。没事吧？我现在公司急需一笔钱周转一下，你再挪出点好吗？还要？不多了，怎么不方便？今天早上上班我才知道，昨天晚上周主任喝醉酒撞车死了。死了？今天检察院就来人了。检察院？他们来干嘛呀？不知道啊，反正人一死，他经手的账肯定要彻底查一遍，这是规矩。少阳，你赶紧想想办法，我都快急死了。哎呀，你先别着急嘛。他不一定是查你，对不对？你回去问清楚再说嘛。不管什么情况，咱们也得把以前那些窟窿给补上啊。我都催了你多少次了？我知道，我这不也一直想办法呢吗？要不然，大不了这回少赚点，
把纸钱投进去再抽回来不就完了吗？哎，那太好了，可你得快点啊，他们可能明天就查账。明天？明天？好好好，放心吧，马上去办啊。嗯。哎，团子怎么了？中午吃什么了？就知道炸鸡腿，一口青菜都不吃。你们俩呀，没个让我省心的。要不然说，咱家你是最辛苦的啊。他的车子直接撞上了一辆大货车，当时呢，那货车上呢装的都是建材，这钢筋啊直接扎进去，当场就不行了，够惨的。查过那辆大货车的背景没有？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？大货车停在路边，司机当时不在场，应该没问题吧？他体内的酒精含量呢，已经超过了正常人的好几百倍，估计至少喝了两瓶白的。出事的那时候，可能完全处于人事不省的状态，连刹车都没踩。哎呀，林爷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检察院同志都等你半天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中午给儿子送饭，所以回来晚了。是我把你儿子的饭菜给弄洒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我带他去吃快餐了，比吃我做的还高兴呢。听说你每天都给儿子送饭，你真是个好妈妈。哎呀，我这也是没办法，我那儿子嘴特别刁，不爱吃的一口都不碰。哎，这都是你惯的嘛。林燕是我们这出了名的贤妻良母，她家住得远，每天呢还要到她同事那去借活给孩子做饭，真是任劳任怨啊。林燕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根据上级领导的要求呢，要查阅一下周群在担任分管财务副主任时期的账目啊，你帮我们准备一下，你看这是我们需要的东西，上面都写着呢。这可是三年前的了，不太好找。嗯，要不给我点时间？你需要多长时间？明天行吗？明天？行，明天就明天吧。啊，谢谢啊。没事。这么说，周群的死纯属意外。嗯，现场勘查和尸检结果都表明，那是酒后驾驶。这个周群，在当主任之前，干了5年的财务副主任，3年一把手，我感觉在他身上，绝不仅仅是这20万这么简单。好，那就一查到底，挖干净。嗯，小丹，明天你跟小杜去的时候，把周群上任期间所有的账都调出来。一般这类的贪腐问题往往都有同案犯，绝不能让他跑了。那还是让小杜去忙别的吧，我和刘姐一块去，他查账可是一门灵。让方处安排吧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嗯。小南，不好意思啊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我前妻的事儿，他那人就这样，说话不过脑子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没事，那事儿啊，我根本没放在心上。哎，不过方处，你前妻长得挺漂亮的，冲他那三溜溜的劲，看来对你还是念念不忘。算了吧，我刚从火海里边出来，才不受那二茬罪呢。要说吧，那个老师还行，还能辅导辅导真知。哎，你笑什么呀？我笑你啊，是真没想明白。哎，你要是真跟那个老师结了婚，不用说他还会辅导真真的，就算不结婚也行啊，你就跟他暧昧着，还能不花钱请个家庭教师呢。小南，我得重新认识你。你
那么复杂。给您去。太猛了你啊！你这样不行了，练不好会练伤的。心脏功能还可以。赵局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有时候总冒傻气呀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我特别羡慕你跟方处。就你们俩审案的时候吧，往那一坐，就感觉心里特踏实。我瞪着眼睛说十句话都赶不上你们说一句话。我，你羡慕我干嘛？我还羡慕你呢。啊？你年轻啊，还有那么多事情等着你去经历呢。即使自己做错什么，也可以跟自己说对不起。没关系，然后从头再来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，都要付出代价的，所以用不着去羡慕别人。如果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做好自己所要做的事情，那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干一个啊，干一个！来来来，我给大家量化一个啊。什么叫量化呀？哎，看我做示范啊。这叫量化啊，贯彻到底。老哥，今天你得干了啊。好，干了，干了，干了！哎，来，干了！哎，好。哎，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去接个电话啊。哎，你怎么老不接电话呀你？你在哪儿呢？哎呀，我这不在想办法呢吗？明天一早检察院就要来查账，我都快急死了，你赶紧回来。一时半会能凑这么多吗？反正三年前的账还差六七十万，你可掉什么？妈妈，快来，水都凉了。哎，妈妈这就来啊。你今天一定要筹到钱，要不然我死定了。好好好，我尽量尽量，我尽量，放心吧。你眼睛呢？哎呦，团团。妈，你真好，你要是星期天能带我去游乐场玩那就更好了。真是你爸的好儿子，就知道嘴甜。出家了。知道了。我说你怎么比老师还啰嗦呀？赶紧告诉我答案。哎呀，我不是不会做啊！哎，快点告诉我答案，快快快！哎呀，你倒是说呀！我不是不会做，我就懒得算了。你管老师会不会说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快点！我哪像你呀，回家就能吃饭。还得自个儿做呢。x 等于六十二 ，y 等于多少？八十九。z 呢？等于好好做就好了。哎，我跟你说了，我爸回来了。爸，怎么就没带钥匙呀？真的，是我呀。我是妈妈呀，妈！哎呀，珍珍，哎呀，我的珍珍都已经长得这么高了，哎呀，让妈妈抱抱来。
么是老婆？哎，老婆。没事没事，烫了一下。没事。哎呀，你小心点，最近干活怎么老是心不在焉的？还不是那个讨厌的老周。怎么了？今天啊，他又给了我一张白条让我冲账，这前前后后已经挪了30多万了。哎呀，老话说得好，这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，谁让人是你的领导呢？再说了，你要是不干的话，有的是人往上冲。可这将来要查出来，我是要担责任的。对呀，老婆，你说真要出了事儿，你担的责任还真不小啊。那可不是。哎，你说咱们冒这么大风险，咱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啊！哎，老婆，你先别干了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昨天呢，老王跟我说，现在有一只股票要大涨，哎，我就想这次多进点。你说你给他挪也是挪，给咱家自己挪也是挪呀，对不对？你开什么玩笑啊！哎，老婆，你听我说，我不是开玩笑。你不说了吗？最近那个老周要被扶正了，是不是？他要被扶正了，谁敢查他呀？你帮他做了这么多事，他不得倒你啊？这是犯法的。老婆，这不是犯法，这叫擦边球啊！哎，我保证几天就能还上，而且咱们还能赚大钱。你疯了？我没疯，你就听我这最后一次。别睁眼啊，老婆。哎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别睁眼啊。好嘞，睁眼吧。怎么样，老婆？是你要的那款车吗？我就喜欢这个颜色。好，哎，你也不告诉我一声。找不到人，来，请进去吧。啊。哎，你哪来那么多钱啊？炒股赚的呗。啊，这么多！哎，里边该还的你都还了，剩下的随便还。少爷，咱们真的发财了。这才哪到哪呀、啊？我告诉你啊，等我自己开了公司，我赚的第一笔钱就先给你买个别墅，好不好？然后再让咱儿子到国外去留学。反正别人有的，咱们家一样都不能少。哎，你刚才说。说你要辞职？我今天已经辞职了。已经辞了？司总，对，司总好。好，今儿没人找我吧？今天没人找。啊，怎么样？这就算开张了？就算开张了。来，那你到里边看看。哎呀，让我老婆也感受一下当大老板的滋味啊！我才不想当什么大老板呢。我呀，就想一家人开开心心的住在大房子里过日子。哎，这没问题啊，老婆，等我这公司开业，哎，最多一年，我保证给你买一个大房子，前面带那个花园的，后边带泳池的，怎么样？嗯。哎，老婆，能不能再弄点？还要？啊。上次不是才给了你10几万吗？不是，你看我这租房子要钱吧，买这些家具，还有员工开支。再说我这公司也需要现金周转啊！哎，老婆，你说咱们是一家人呢，我挣的钱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？啊，这个世界上就咱俩一条心，对不对？你呀，再弄点不多。这首歌是我献给大家的，晨你来唱，来来来，不听你的。哎，好好，还是年轻嗓子好啊，唱的比我好。朋友，哎，马哥，马哥，咱俩兄弟喝一个啊，来，好，干了干了啊。好，马哥，来，我呢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一下啊，最近啊公司，哎呀。出点小麻烦，需要点钱，能不能方便啊？行啊，没问题，真的。哎呀，那太谢谢马哥了，来来，再喝一个，再喝一个，再喝一个，来，
不过啊，你拿什么做抵押？上回在澳门你也是这么说的，那8万还没还呢。想说看在咱们是哥们的份上，劝你一句，小赌怡情，大赌伤身，赶紧收手吧。公司账面上也没剩几个钱了，我都跟好几个朋友借了，可是数目太大了，我实在是凑不齐了。我那怎么办啊？哎，你不是有办法的吗？这不是蒙我吗你？哎，我什么时候蒙你了？我这不一直想办法。我你是不是在睡觉？我能不着急吗？我啊，老婆，哎，你听我说，我一直是在想办法啊，老婆。你就知道拿好话来哄我。我不是哄你，我跟那个老王我都借钱了，他也答应我了，可我一去拿的时候，他就改主意了。改主意了。哎，老婆，老婆，我有办法了。这么干行不行啊？肯定行，老婆。周群他人都死了，你就听我的，把过去的账全部改成他的，你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了。可这万一查出来，我查什么查呀？一个死人的账能查得清楚吗？放心吧，老婆，你只要挺过这一关，就一了百了，咱们就一分钱都不用还了。再说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对不对？没办法才这样做的呀。要不然陪你上去吧。算了吧，你还是赶紧回去吧。团团醒过来要瞧不见咱们，他会哭的。我自己去。老婆，委屈你了。放心吧，一定会没事。
进去。进去，买了好吃的。爸，我去妈妈的酒店了，看到刘爷来找我们，带你一块宵夜。疼死了！哎呀，你别摸我！哎呀，你别动呀，再忍一会儿就好了。第一次画眼线都是这样的。哎呀，好了没有？我痒死了！好，马上好了。哎、哦，好。哎呦，不要擦，擦花了难看死了。哎呀，我痒死了！哦，不画了，不画了，你照着。好看吧？你皮肤白，妈妈没有给你上太多的底，这样挺自然的啊。哎呦，这么漂亮的小姑娘谁生的呀？当然是我最漂亮的妈妈了。小嘴挺甜的嘛。娟娟，喜欢吗？嗯，喜欢。